肥仔，系我啊！今晚慢啲啦，仆街啊！慢唔成三万啊！大佬，真唔明点解你咁中意留条废柴喺身边？你睇下佢，八八八菜二比，一碟咁样。你识咩啊？我就中意够废，你睇下而家班靓个个古古惑惑咁嗱，个废柴就好啦，够忠心。大佬落奶茶，落咗床未啊？三粒，落咗两粒又三厘一。喂，师傅，啊，打啦，打啦，打啦，终于俾我捉到呢两条扑街啦，够胆唔还钱着草？哎呀，大哥，你叫佢唔好打我啦，我好痛啊！我一有钱就还俾你啦，钱唔使你还啦，咁着数。 咁我走先啦，多谢文迪哥啦。多谢。哎呀，咁我哋走先啦吓。鬼佬，我都未讲完，你借翻啲嘢俾我，大家当冇数。我有咩可以借俾你咧？借你老婆做鸡三年，我跟住还翻俾你，借埋呢个肾。冇啊冇啊冇啊冇。唔使惊，我喺度。嗱，文迪哥，我个肾你借嚟系冇用嘅，因为咧我系肾亏噶嘛，系嘛？咁但系我老婆做鸡咧，我一路都唔反对噶，你攞去得噶啦。笑你啊！唔系啊，你误会咗啦，人哋要少你，唔系少我啊。喂！ 你唔好拉我啊！如果唔系两个肾，你做你啊！冇啊冇啊冇啊！我哋而家翻去咪砌水浴衣，我请埋你啦！系你唔好咁麻烦啦，你直接去做鸡咪冇事咯。喂，做啊！而家你要做鸡，要埋呢个肾。唔系啊，我两个肾系冇用噶，佢两个肾系好靓，嗰两个波仲好大，成个人嚟讲都系有用噶。哎呀，你个老生喺屎忽度噶，再唔走我特打死你啊！大佬，大佬，今日礼拜收翻你鬼呢数啊！同情两只嘢洗干净等我。 哇！你啲食屎大嘅，冇神嘅我，你直接少我算啦。喂，大佬，今晚收到风，有人嚟抢钱咯。系嚟噶，就唔会放风啦。你估卖广告咩？我呢度几廿人使惊佢？喂，话时话啦，我架车咧嚟咗未啊？架车差唔多。
佬，攞錢走啊！你後啊嘛！你做咩啊？你走啦！你唔阻住啊！走啊！走啦，大佬！高兵，高兵，你做咩啊？喂，过嚟，过嚟，过嚟，呢边。大件事，佢做乜嘢啊？如果有追兵嚟嘅，你帮我顶住先。我如果听日你唔死得嘅话，第二把交椅就你坐。多谢大佬。等我俾啲钱你炸下袋。唔好啦。嗱，一嚿水，代搵佢啊！哎呀！哇！哎呀！哇！别打我！边个打你？张凳我攞住梗系我打你啦！你个扑街啊！扮鬼扮马跟咗我几个月，原来想赌我啲钱，吔屎啊！哎呀！解説コメント。有啲業眼啊！碌嘢中槍啊！喂，大佬，機器人喺出邊啊，手都斬斷咗啦，走啦，走啦！吔屎啊！個人我個尾同你老公就係被你拒咗成個唔瞓，你仲記唔記得？我點記得？哎呀！拉皮索亞啦！佢咪有隻鴨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算我唔著啦。嗱，隻鴨留翻俾你，代錢我噶啦。若个大耳窿被人打，周身欠单。如果挂喺观塘红桃道条电灯柱度，快啲嚟啊！如果唔系死噶啦。呢次真系掉喜气啊！成只怪龙鸭咁样几搞笑啊！佢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哋三个就系专门中意对付坏人嘅，俾我哋帮我嘅人都会叫我哋做侠盗。一个系我阿爸，大家都会叫佢做 Benz， 但系佢成世都未揸过 Benz。一个系佢外甥，我表哥牛牛。我，大家都叫我做晒冷。我妈患咗肝癌第三期，我哋将佢安顿咗喺东莞一间疗养院入边，赚埋嘅危险钱都系为咗佢医药费嘅啫。我哋一嚟到就撞到我同母异父嘅阿哥阿龙，佢都嚟咗。嘿，老婆，阿叔，细佬嚟咗啊！系啊，呢日子啊咁人齐嘅。哎哟，菜仲带埋牛牛，都话唔系牛牛咯，我依叫猪姐噶。揾我佛契，人哋挂住你啊，特登攞啲灵芝丸俾你啊，做咗亏心事咧，黐线嘅，识咗女仔啊，傻啦你，怕咩啫？我都唔用得啦。哎呀，揾到怕咩使啫？讲个好消息俾你听，你个肝咧好快排到期换噶啦，啊，到时我哋就一家人齐齐整整咁嘅油浮。真嘅？哎呀，好咯仔，你哋两个啊，正正经经揾翻份工唔得嘅咩？哇，你咁讲就唔啱啦。我哋锄强扶弱，伸张正义有咩问题咧？所谓凭自我，硬汉子去跳 IFC。你哋两个啊，同阿叔多啲揾阿妈啦。六个月嘅院费我已经俾咗噶啦。你只眼咩事啊？冇嘢，做 laser 啫。下个礼拜拆线，唔使担心。唔好有事。诶，有个邮包嘅。我的好朋友，我回来了，请打电话给我口水坚。咦，会响嘅喂。喂，咩事哥？我以为你唔理我添。冇翻屋企几日啦，翻咗嚟几耐啊？两三日啦。喂，我今日生日啦，成班徒弟话要热闹下，我咪索性请晒老友过嚟咯。你都过嚟喎。一定一定，点啊？我搬边度啊？碟上面有地址噶啦，喂，全家到啊吓，系咁啦。冇问题，今日见啦。咁兴奋嘅老豆，边个嚟噶？之前我同你哋提过噶啦，以前有个结拜兄弟，我救过佢一命，佢嘅绰号就系赢尽天下无敌手嘅魔术手石一坚。系咪真系咁坚呢？坚过马骝链啊！哼，十几年前佢已经世界闻名噶啦，
拉斯维加斯嘅大集团啊，都请佢做保安总顾问。呢十几年嚟，冇一个人啊喺个旗下赌场出千而唔俾佢拉到嘅。有一招佢仲绝招啊！佢用手甩啤牌都甩到几多点啊？唔系啊嘛，甩麻雀甩到咩花我就信，甩啤牌甩到几多点我就。唉，你两个都未见过哥斯拉屙尿啊！唉，今晚跟我过澳门开下眼界啊！澳门有哥斯拉屙尿嘅咩？你唔知嘅咩？咁咪好大抽嘢，哥斯拉喎、啊！呢、这个坚哥，你讲到咁坚，点解唔请你拉斯维加斯？会嚟咗澳门咧吓？啊，我边事咁容易请得起嘅咩？我份人好高傲噶嘛。啊，睇下架车嚟咗未先？咦，解释得好牵强嘛？佢企出骑楼都脚震噶啦。如果你叫佢坐飞机，我谂佢飙屎啊！嗱，你咁讲就合理啦。哇！对唔住，你系咪发鸡盲噶？急救嘢未啊？执嘢啦！小姐，你唔好睇我细佬咧生得咁靓仔，其实佢系弱智嘅。嗱，你唔好望佢啊！嗱，系啦，你一望佢，佢就打你噶。不过你可以望我，因为我阿妈咧自细都话我咧，虽然生得矮，但系好靓仔。Sorry， 你阿妈摆明点你啦。哎呀，唔好扣女啦，架车嚟咗啦，上我车。嗱，睇到啦，呢啲咪女咯。见到靓仔又冇鬼用，见到靓仔口冲动，我好搞笑。行啦，冲动。李晨，喂，你个车唔系你噶，后边嗰车系你噶。唔系啊嘛。好啦，三位，落车啦，行啦。邓师叔。我系坚哥徒弟阿杰，师傅等紧三位，有请。好啊，睇下有专人喺大门口接我啊。口念幼稚，有请。好啊，唔该。啊，点解冇人嘅？喂，会唔会你当人哋生死之交，人哋当你戇鳩鳩咧？哎，做咩 ？Fans， 揾你出嚟行走江湖几廿年。你仲咁冇坤嘅？食一件十几年都冇揾过你，一个电话你又信？喐我文迪哥，你胆生何你？兄弟，一人做事一人当，但系呢单嘢唔关两个细路事，放佢哋生路咧。剥晒你啲皮，你仲走得嘅话，咪俾你走啦！兄弟，净系剥包皮得唔得先？冇多嘴，求下人哋。老豆，好似有啲嘢唔妥喎。舅父，我哋同佢死过，冇求佢，放过佢哋啊！知皮拆骨，随便你。起身啦，老豆，人哋玩你咋？Bingo！ 啤士哥，煎皮插骨你都制嘅，你个衰仔啊！玩我？玩唔起啊？唔使惊，有300万泥马，定金嘅，今晚洗晒佢同我。唔要金？金你都唔要？唔要银？银你又唔要？你想要咩啊？净系要碌棍。哦，你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一碌棍。来护守这道面，行战也敢轻奋啊！我叉你腰，你叉我腰，赶去飞起了，和道轻轻在摇，意在偷偷在笑。阿伯，长命百岁啊！哎呀，今日你生日，哎，两兄弟有乜所谓啫？边试过你唱咩歌啊？细路仔识乜嘢啊？我哋上一代沟女歌嚟噶嘛？冇错啦，3W.rockylee.com. 啊！李龙基，我系坚哥嘅秘书，我叫 Susan， 同佢一齐喺美国翻嚟嘅。Susan 喺美国跟咗我十几年噶啦。你咁样讲，人哋会以为我年纪好大噶。哎，差啲唔记得，我系耳仔晒冷，外甥牛牛。诶，两位好。哇，你啲几眼嚟嘅？我哋搭晒鸡笼，一嘢就俾你睇穿咯。我都系估下噶咋，我老豆话你好劲嘅。你听佢噏啊 ，Darling， 系 Darling， Luison， Darling， 晒白啦，夹到咁实，一定好好感情顶噶啦。呢个牛牛啊，晒冷 ，Rainbow， Uncle Ben 屎啊 ，Uncle Ben 屎。
佢做咩啊？你同阿建哥咁样，我还完啦！再埋嚟，我接你唔住噶。表妹，好耐冇见，多谢，多谢。呢位系，呢个系我男朋友马尚发，系做大生意噶。我最憎人食烟噶。建哥，听讲你成世未试过啊？唔赌咪唔输啦。咁我叻过你啦，我喺台湾日日赌，都系未输过。你个赌俾我咧，你中意咪赌咯。咁又唔好，系咁以都要赢下你噶嘛。你要玩我陪你玩，你老几啊？嗱，今次我嚟同你握手咧，真系俾面你。你唔同我握翻手，你唔使自己走。你唔好喺度搞事啊！杰，今日我生日，以和为贵。你有几银啊？冇几多啫。呢间酒店我有$500,000信用额，知嘛？好啊，呢排兴斗地主啊，不过嚟。阿叔叔，咩事啊？如果你铺赢咗，啲钱捐去边度好啊？贫穷山区儿童基金会。诶，就咁话啦，你俾人请啊。好啊。喂，你唔喺度玩嘢喎、啊？死开肥嘢，成座寿山咁，我真系中意你啊！借你个桥就肥嘢。点啊，坚哥，两条友点斗地主啊？今晚咁多贵宾喺度，是但拣个输咗有冇数？就呢个寿头咯。喂，你啊？点解系我？贪你够十。thank you。咁边个派牌啊？就呢个靓女咧。我唔识啊。哇，我几惊你话识啊！派牌。喂，哥哥，过嚟过嚟。马生，点啊？不如赌大啲咧，边个输咗，入晒呢盘沙包佢啦。哇，你今次食咗早餐未啊？未啊。拧开啲。唔该你啊！哇，喂，我做地主，我听，你听唔听？烟我都冇啊，不过你要踢，黐笠笠，反踢八倍，哇，三条女你赔喎。三条八，好彩佢三条叫啫。三条七得唔得咧？三条七就唔得，三条三就得啦。吓，仲要加多只炸懵饼，我都炸四条king啊！唔知我可唔可以退出咧？有冇啊？我冇喎。忍你一个弯，前辈，多谢你承忍啦。细细地三条十，喂，细仔，吓，冇咩料啊，唔好练七咯，唔系揸到你晕噶嘛。哦，咁唔出咯。少女，揸。哇，你揸得咁高兴，各位观众，四条烟啊！看到了，前輩，火箭，你最大啦，七八九十隻，啊咩啊？你做咩啊？你得翻兩隻，我仲啊啊，仲有冇得啊？仲有喎，啊，仲有冇啊？啊，出埋去一笨。出晒啊！我自己嚟玩埋佢。呀！果然系自私人。哎呀！马生，三个踢八个炸，$500,000唔系几够啊。不过点都好啦，代表小朋友多谢你先啦。不过你临走之前要怼晒啲手包佢啊，黑仔。你仆街啦！哎呀！哇，使唔使咁黑啊？我黑过你。叻啦！
你同我食晒佢先至好走啊！食食，罢你啦，你都掌声。系建哥同你嘅女神夹埋噶。吓，系咩？咁你赞下我唔勉强啊！叻啦叻啦，坐低啊！喂，好闷啊！喂，我想要嗰只熊仔啊！你想要？建哥咩都俾你啦。如果系你送俾我，会唔会特别啲咧？点解我？贪你够傻啦 ！Thank you。望住我做咩啫？都话咗你叫你执下个造型噶啦，而家人哋话你傻啦，跟我染发啦。What the fuck with the search? With our security officers for safekeeping.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Sir, 老板，时间差唔多啦，我估五分钟之内所有 guest 都会到齐。好，做得很好。Hey, my friend Vicky. Hi, Mr. Go. 好久不见啊。Long time no see. 先坐。Have a seat. 高生，头先收到通知，巴西嘅 Sergio 先生被巴西海关扣留，嚟唔到。没关系，大不了我亲自跑一趟巴西嘛。Okay. Mr. Philip， 哎 ，Miss Philip， 等等，高三，你最近怎么了？老请假，生病了吗？没事，高三，他们大部分的钱已经入了 account。OK， very good。안녕하세요。사카시아이请问是鬼店吗？加了空调，得加照了吗？我请大家来就是要看点球定胜负的。我要你们看看我们 DOA 是怎么操作的。里边完全收唔到，真系隔绝所有电波，系滴水不漏。我谂唯一嘅办法就系现场偷拍，然后再攞出嚟。今晚是十二个地区的老大几乎全部都齐晒，如果上头批准的即可一网打尽。其他人都是其次，最紧要可以捉到高先生。我跟着高先生四年，他每一次洗黑钱的方法都很不同，完全是没有规律，只在美洲就已经洗了成200多亿。我已经混入去18个月，但是今晚的黑道大会都还是不肯给我参加，看来要靠阿龙他了。此人呢What's going on with you nowadays? 一会儿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意大利的队长，他的点球会罚不进。他的按摩师在替他按摩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最新研制的药水。它可以让肌肉爆发力瞬间消失，但这些成分很快就会被身体的酸性中和，所以就算是赛后的尿检都检不出来。I want that medicine. 我们的实验室有很多种不同功能的药水，只要我们合作，全部都可以共享。阿高，怎么合作啊？我们 DOA 集团是世界上最专业的洗钱集团，曾经在亚洲地区转出超过200亿的资金，我也曾帮助南美的朋友从美国转移出超过100亿的资产。而我们用的方法极度复杂，根本就追查不到，所以说诸位大可以安心的把钱放到我这儿，放到我这里不止安全有效，我还可以提供每年我们在北欧的实验室里研制出的最新药物，还有一些我们精心处理预制赛果的体育赛事提供给大家做红利。当然了，我收取的佣金也要高一些，5%。但我可以向各位保证绝对的安全，中国警方和国际刑警追查了我4年，连我一根鼻毛都没摸着。OK， Cheers。 开门，老高生的吩咐我哋唔知。
你进来干什么？你哋都飲飽食醉咯，到咗今晚最高興嘅時候，抽獎啊！呢個抽獎特別啦，自己抽俾自己。首先要請 Benz 一組，有請三位。啊，點啊 ？Benz 哥，多謝你啊！你抽先啦。哇，咪普翠珠寶嘅草原之星，過千萬噶噃。係。哇，三條八，金馬桶一個啊！哇，你發達啦！好多金啊，真定假噶？喂。朱古力嚟嘅，誒，仲有一支棍啊，金棍啊，你試試位先，自己贏，係，到你啦，係，野七百喎，咩嚟啊？七十八，誒，好嘢嚟嘅，係，呢個係清代嘅古董，全銀嘅浪樂，有埋幾粒 T， 小心啲啊！哇，咁珍貴，不如留翻俾你啦，我想要嗰百萬喎，下次先啦，西鎮，到你啦，嚇，佢對浪浪，嗯，哎呀。弹手嘅喎，俾你好冇？几号啊？哦，520，啤啤红一只，哇，靓啊靓啊靓啊靓个圆靓靓啊，又大只又可爱啊！细俊，我退咗休冇咩做，得闲嚟探下我女阿彩啊！哎，鼓励鼓励鼓励，恭喜晒恭喜晒吓！喂，表妹，你都上嚟抽下奖啦！哎，表妹你去边啊？啊？上嚟啦，怕咩丑啫？嘿，我嚟接你嘅，你料咧？李 Sir 咧 ？OK， 我该过嚟。可以信邊個？呢300万啊，夠你阿媽去外國睇醫生啦。算你有良心。有錢啊，梗係留翻俾佢睇醫生啦。好肚餓，我去煮個面你食啦。唔好咁慳啊，出去食啊。我去食龍蝦。我哋食嗰間邊有龍蝦啫？食碗粥咪算咯。我唔食。咁你前日未食過嘢啊嘛？今日點啊？我唔想你空肚食龙虾，顶住你个肺啊！行啦，空肚食龙虾会顶住肺嘅咩？空肚食早餐我都够胆啊！呢啲唔系我哋做噶嘛？我听住佢讲嘅。包心切到都唔及呢碗粥咁好啊！明明系虾米嚟嘅啫噃，又话请我食龙虾噶。而家你再食龙虾都会胃痛噶喎。系食烟啦！你知我唔食烟噶。哈哈，仲话你唔系中意我女神？人哋话最憎男人食烟，佢真系唔食烟啊！见面啊，嗱，专登抽只啤啤熊嚟送俾人。我又同你讲义气，你又当我放臭屁。你都唔讲道理嘅。我梗系唔讲道理啦！你中意我条女喎。我冇。你食咗支烟佢，我咪信你咯。黐线！好，你唔食我食，
我一次食三次，每日食一百次，我生 cancer， 唯你自问。喂，你两个你真噶？我唔同佢癫啊！你一次食三支有咩感觉啊？好想放弃咯。喂，好啦，我咳成咁你都唔理我，你想点先？吓？咩啊？你咪睇我细佬咁靓仔？饮多咗。哎，对唔住，饮多咗，饮多咗。行啦，有枪嘅衰仔。大佬，佢喺嗰边。你死得未啊？坐低再喊啦！你傻咗咩？人哋明明有枪，你就忍一下啦嘛！哎，佢打捻中我眼啊！你边只牙咁大嘅？未生出嚟嗰只智慧牙，我好喜欢佢嘅。哎呀，呢只又上嚟啦！仆你个街！少云，我好挂住你。咦，你咪阿坚？诶，华叔咪唔啱啊！真有十几年冇见喎。有咯，你翻嚟马交住啊？系啊。你咁得闲嘅？约咗度旧菜啊，认唔认得啊？哦，阿少云，喂，初恋情人喎。冇错啦，初恋情人。我琴晚同佢通电话，佢把声仲好少云嘅。家阵啊，佢个人仲少云啊。真系？系啊，嚟咗啦。在哪里？哇，哪位啊？他当年相恋意中人，接大家声情感，早中爱根极亲密，接三三相印共信任，留低花间上个会演，接共喜有缘分，早中爱根愿比翼接，唔接得唔得啊？得，痴心一缕共定盟。哎呀，我啲 feeling 翻晒嚟啦，呢就系我哋嘅饮歌嚟噶。哎呀，坚坚啊，真系冇变过，坚坚。系嘅，小姐姐。笑咩小姐姐？云云啊，佢叫我云云噶。我家姐真系有啲云。系喎，你记唔记得啊？嗰年咧，我哋黑沙咪有样嘢，你话好想要嘅。嗰时我怕丑啊，又唔好意思啊，咁我咪唔肯咯。哎呀，翻到屋企我几后悔啊！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唔制都啱嘅。如果制咗嘅，我咪好后悔咯。后咩悔啫？但唔紧要。我将嗰样嘢咧留到今日，留翻俾你嘅。哎呀，都几廿年啦，生晒寿啦。点生寿啫？都冇用过。但系咧，我而家又长大咗咯，个人又冇咁怕丑啦。我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要噶啦。可唔可以送俾八两金啊？冇还啦，做乜咁亿八两金啫？嚟啊，聚蚊都系五。冇，哇！呢上呢上呢上。边个？乜咁啱啊？有嘢问你。边个嚟噶？边个嚟噶？差佬。吓？咩事啊？我卖白粉啊。哎，你嚟得啱啦，送我翻去。喂，呢位系澳门司机，阿哥你好，你好，一齐翻去啊！阿云啊，就喺差馆保我啊！你识佢噶？你个朋友啊嘛！黐线，我搭台咋？走啦，走啦，走啦！有人想见你，边个见我都唔紧要，但你一定唔好见到佢。边个嚟噶？我表姨妈。哇！一车车嚟珠海，带埋我上天台，你唔系想推我落去啊嘛？咦？呢位系内地警方。骆子文，内地警方、香港警方、澳门司警，哇，大阵仗喎！睇话呢嚿猪头骨都难啃喎。建哥，唔好讲，我唔想听。翻正嚟坐，你听下。哇，买埋我中意嘅牌子添。唔使点，我中意闻嘅啫。见你咁有诚意，讲啦。有个基金组织叫做 DOA， 其实佢系世界最大嘅洗钱集团。
佢幕后老板就系高先生。我听过呢条友喺美国所有赌场都 ban 咗。我哋派咗个卧底喺佢嘅集团一段时间，前几日有突破性嘅进展。个卧底用咗只假眼偷拍佢同十二个地区嘅黑社会大佬开会嘅过程。好清楚啊，咁咪 OK 咯。可惜冇交喺我哋嘅手上边。我哋净系揾到佢条尸，佢死之前俾人严刑逼供，所以我哋怀疑嗰只假眼根本就冇落入高先生手上，而系俾个卧底收埋咗。咁你揾我都冇用噶，我帮你哋唔到噶。高先生已经嚟咗澳门。佢份人好自负，仲认为自己系呢个世界上最聪明嘅人，永远唔会被人打败。我哋想你接近佢，打败佢，同埋羞辱佢，令佢失去冷静，为咗向你报仇而露出破绽。系咁，我就可以同你里应外合去捉住佢。哦，原来你都系卧底，今日倒翻转头要我保护你。咦，好身手喎、啊！哇，咁年青，官阶咁高啊！好少影相同真人一样咁靓喎，我谂谂再通知你。Hey, where's my wallet？ 呀、yeah, ，醒目咗喎，叫你老婆减下肥啊！定啲嚟澳门街自己人冇偷你嘅，系咁。你有冇偷我钱啊？唔止魔术手，仲有魔术后添，精衰仔真系。为你噶，我专登嚟送只啤啤熊俾你噶嘛？诶、欸，一场嚟到，你冇理由唔请只摊我食下啩？好啊！我都咁事都好清楚噶啦，佢又会真系请我食只葡挞条嘅？你话点算呢，表弟呢？我帮尽你噶啦，啤啤都送埋俾你啦。唔系，我觉得佢根本系喜欢你嗱。如果佢唔系喜欢你咧，佢一定系喜欢我嘅。所以咧，由而家开始咧，你个为人要做到有几咁扑街得几咁扑街，有几咁贱格得几咁贱格，咁佢就会转移喜欢我啦。韩剧咩？韩剧几好噶，沉沉沉，那都 feeling is so 哟。诶，嚟到啦，唔入去坐啊！阿彩华叫我入埋只摊就好走啦喎。咁你咧？我嚟揾师傅你噶。诶，闸住，细侄，实不相瞒，我太太英年早逝。我后生嗰阵就挂住搵钱，冇乜时间照顾佢，其实都好惨噶。佢有啲傻嘅，系啊，癫起上嚟，成日喺屋企弹下弹下。你知我啦，行开行埋，冇咩时间照顾佢噶嘛。你又话想跟我学嘢咯，你咪多啲时间嚟陪下佢咯。你明我讲咩嘅？明嘅。细侄，系点啊？坚哥，你好中意染发噶？系啊，唔好染咁多。根据美国医学杂志话，染发剂入面的苯二胺会影响我们的发廊，亦都会影响我们的囊囊削精的。咁大镬，上次你好再抽到那两个囊囊咧，有 guarantee 啫、啊，你嫁结过冇噶嘛？咁搞笑？喂，咁如果女人染发点算咧？诶，仲大镬，削卵噶，削卵入嚟坐啊！细侄家门不幸啊，一日掉几轮，我觉得几可爱啊！有吉兒 ，good boy。阿玲啊，你做乜咋？人哋嚟到门口都唔开门啊 ！Daddy， 佢连裤链都唔拉，我边敢俾佢入嚟啊？吓，乜要拉嘅咩？我唔知要拉啊嘛。唔该，阿坚哥啊，而家好少屋企楼底咁高嘅喎。我早买落噶啦，以前系葡国人嘅图书馆嚟嘅，我装修下啫嘛，就变咗我屋企啦，几好噶，过嚟参观下。哦，诶，等阵。呢度有多机关噶，你哋两个唔好乱咁走。扑街啊你！我
官企嘅。喂，细仔过嚟，睇你老豆教你几多嘢。阿玲过来，涉散啊，外祖状吓。副总，打麻雀就充满好多中国哲学嘅。未学赢就一定要学输先。九万啊！哇！乜事啊？哇哈！地户啊！哇！发达啦！哇哈！你睇下，食咗铺铺啫，全身肌肉唔协调啊！胡言乱语。王晶是最好的导演，我支持他拍到九十岁，永远不减肥。快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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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晶，牛哥吓，过嚟睇睇咩事啊？咒啊，唔系吧？一万做眼就叫二五八，八万做眼就叫一四七，三六万单叫就两头飞，唯独只九万唔食得。哎呀，残忍啊！咁残忍，真系咒啊！哇哇哇哇！哇你想拜我为师，我唔会教你点去赢，我会教你点去做人。好多后生仔一坐低，想自摸一铺百零番，食咗都唔恭喜你啊！点解啊？哼，你以后铺铺都想做大牌，唔带唔做，分分钟输得咧。其实打牌嘅嘢最紧要就系食糊啫，食鸡糊都好过冇糊食。唔觉意拉到十铺八铺鸡鸡，都可以变凤凰噶嘛，系冇？不愧是魔术手，几成收我为徒啊？唔收啦，除非你有好嘅理由啦。一系你赢我铺，咁咪试下啦。好啊，每人签一只，斗大。你先啦。师傅睇怕你淡过我呢只葵扇。夹住，我都未抽，你点知啊？死未？死咗！本来我都唔想咁毒嘅，有几毒啊？怪就怪你自己太大意，用你嘅手提电话联络我老豆，等我知道晒你嘅个人资料，包括你全球六个户口同埋瑞士最有钱嘅户口都俾我 hack 晒。如果我揿埋呢个掣，你应该都会破产噶。你真系几狠毒噶，啊果然系黑客高手，不过都系争啲。有点争啲啊？就系争。唉，呢铺偷鸡唔到食埋暴露添。哇，你个冇天份，不如忘记佢啦。坚哥，你直接收我为徒，咁咪冇事咯。你咁靓仔，转手扣女好啲啦。阿女啊，出面太阳咁好，同你游下水啦，系啦，走。诶，俾你最后机会，嗰度成林啤牌，你同我砌个啤牌塔，要高过二楼噶。考你个耐力同埋你手够唔够定，如果搞得掂嘅，翻嚟咪叫我做师傅啦。走。肠胃炎啊，打支针啦，仆街！你冇毛咁怪啊？嗯，爹哋，食唔食雪糕啊？嗰边四色雪糕仲好睇。等我嚟介绍，我姓高 ，DOA 集团总裁高生。你冇名嘅咩？上仙下生，我的名字就是高先生。你边个谂起一个旧同学？佢叫仇秋秋，我哋通常叫佢臭臭臭啊！嘿，怪唔得我闻到咁鬼臭啦！原来你叫臭臭臭！哎呀，边个督我？四色雪糕啊！哎呀，哎呀！号称赢尽天下无敌手的魔术手尖哥，明晚的慈善博彩宴，希望能见到你啊！救命啊！唔识游水啊！得你啦，快啲救佢啦！救命啊！喂，我都唔识游水噶，你搞掂佢啊！救命啊！喂！救命啊！喂，你撑住，我换件衫点先啊！有下雨啊！
哇，好劲啊，表弟！哇，你都几砌得噶喎，砌几耐啊？打死你！喂喂喂，边个有冇嘢事啊？唔使走，你两个都唔使走，落嚟。听晚咧，我就慈善宴，你两个同佢睇屋，过嚟俾啲嘢睇。喂，喜欢你先俾啲嘢你睇啦。除眼镜，睇到啲咩啊？红外线。果然叻仔啊！如果你一嗨到啲红外线咧，就会触动呢个反击系统啊！你知冇？夜晚千祈千祈唔好乱走啊！咁但系如果一次过出现好多坏人而你又冇武器，咁点算啊？有呢个啊嘛！做头，做头，坚哥。Good night, darling. Good night. 牛基，系醒得啦。好，哇，翻房系嘛？好啊。你去边啊？谂住搞佢啦。唔得噶，嗱，我教你啦。你今晚咧就出翻先瞓，瞓到咧腾腾震，流晒鼻涕咁样，咁佢就可怜你的你入房噶啦。系，咁我行啦。老板，查到啦，阿龙有个后夫，就住喺嗰晚刮到佢嗰条街。系，不该去找。放心，我已经喺佢屋企。问住什么了吗？我乜都唔知。问咩佢都话唔知。那你自己看着办。阿叔，呢支系前苏联专用嘅逼供水，一打落去有乜嘢后果，你就要自己负责啦。我真系唔知咧。慈善博彩宴，港澳名流都嚟咗唔少，不过师傅你嚟埋就更加声色不少。唔好赞我鞋啊，我会骄傲嘅。师傅啊，今日嘅所有博彩，无论赢输都会作慈善捐出。小姐，有咩可以帮忙？我想玩呢样，但系又唔知点玩先赢到。你去个便利店咩？便利店？嗯。7-Eleven， 咪就 7-Eleven 咯，试试出嚟。好啊，嚟 ，7-7。Yes，7。你考虑成点？我琴日见过佢，今晚都要同佢框硬。佢做嘢心狠手辣，你要小心啲。我知噶啦，加码啦，好嘛？好啊。唱。11。Yes， 11。你真系好运喎，杰哥佢哋去咗嗰边。哦，好，一阵见啊。同靚女傾陣偈啫嘛，咁都睇唔開嘅。佢只不過係奴婢啫嘛。你又爭啲啦，咩都睇唔到。好。啊、你又唔使咁認真嘅，同你講下笑啫嘛，唔好凍親個雞心啊，個雞心啦，一凍親啦，會塌嘅。嗯。會塌。師傅啊，高僧嚟咗。哇，严哥，又见面了啊！今天的气色非常不错嘛。你都红光满面呢。严哥，你是不是很少参加这种场合呀？点解咁讲？连礼服都是跟朋友借的吧？袖子那么短，裤
裤子又不合适，鞋也小了，硬挤进去的吧。咁都俾你睇穿，高生，你细个穷过嚟噶？何以见得？你身为一个基金主席，带咁多现金喺身，一系对自己冇信心，一系就想收买人心啊！今晚波浪咁多靓女，一个俾人都唔够用噶噃，还翻俾你。哎，钱是我的，这个可不是我的，我不用的。系我嘅，送俾你。今次神游系你呢个啊？失陪。你所打嘅电话暂时未能接通，请你迟啲再打过嚟啦。两位请落住。晚八点装九点装赢，建哥啊，棋差一招啊，棋前赛啫，咁早就搞大龙凤啊！建哥号称赢尽天下无敌手，如果我要是成为第一个让建哥输光钱的人，我会很荣幸的。你俾面啫，拜拜。玩九点，装九点，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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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边嘅系统已经破解，入边嘅仲要十分钟。朝早系咪唔高兴啊？又唔同我讲嘢，你心情唔好啊？我连续两日打唔到俾我老豆，阿哥又唔见咗。诶，你有冇觉得佢怪怪地咁啊？红人系咁噶啦嘛。九点装九点和屋企有事，睇下你喺下边等我。这个摄录机嚟嘅，入边一定有啲好紧要嘅嘢，你攞住佢。唔怪之觉得佢怪怪地啦。
行九点装九点和。开咗29铺都系和。早先买和啦，对唔住，有事走先。钱哥，连续29把都没有分出胜负，怎么能走呢？要不然这样吧，我们两个再玩一局，如果你赢了，我多捐2亿，怎样？2亿？师傅，如果要走嘅话，会被人讲闲话。好，攞社会新牌嚟。阿龙有个同母异父嘅细路，早两日嚟咗澳门揾石一健，而情报科话高先生个杀手鬼眼都嚟咗澳门，可能系声东击西，唔怪得高生一直拖延，唔俾石一健走。咁你使唔使要 backup？ 唔好打草惊蛇，我去石一健屋企先。你打俾虾哥，大家 stand by。你先，千哥请。我唔客气啦噃。千哥，你输定了，你的底牌应该是10。刚才我洗牌的记忆应该没错的。睇下点 ，Bingo， 你估中啊。不过我够赢噶啦。我的底牌也应该是10。哇，果然是四篇啊。不好意思，千哥，第一次让你输光。哇，9+10都唔知物龙，你有冇头缝缝啊？高生，多谢你2亿喎，系咁先。识唔好阻住我。点解你同你嘅死鬼老大一样，都系咁冇用？呢个等于佢，我喐咗啦。点啊？想报仇啊？就凭你呢个蛋散想同我打？我睇你梗系想落去同你阿哥倾偈，唔想死嘅话，乖乖地交出你阿哥嗰只假眼。
入廟拜神，入屋叫人，你入你單聲咯。我係嚟殺人嘅。你估你殺唔殺到啦？咁試下。好啊，睇下點。你仲理唔理啊？玉琪兒。唔惊唔惊，佢系晒冷，你唔记得啦？唔使惊，唔使惊啊，唔使惊。点啊，夏哥？系边个？坚哥，对唔住，我保护唔到你个女。你太客气啦，我多谢你啊，真。你千祈唔好咁讲，你而家已经同高山过唔去啦，我睇佢唔会放过你噶，都系同我哋合作。你唔好讲，我知道会点做。如果我揾到嗰样嘢。我会交俾夏哥，保重。坚哥，坚哥，喂，啊，佢几十年都系咁，究竟想点呢？佢想亲手报仇。佢连我都唔记得，俾佢多啲时间。嗰啲人系嚟揾我哥只假眼，我真系交咗俾佢。老豆，老豆，老豆，走食啊！走啊！走，走啊！走啊！走，走啊！唔好食啊！望住我，望住我，做乜嘢啊？啊！好痛啊！好痛！咩事？好痛痛！啊！点解会头痛噶？好痛！啊！好痛痛！好痛痛！头痛啊！痛痛痛痛！好痛痛！啊！好痛！老豆，老豆。老板，我一直都说全公司最有魅力的就是骆小姐。你话我有魅力，即系等于否定我嘅工作能力啦。骆小姐可真幽默。老板，你客气啦。到我办公室聊两句。平时打球吗？以前有，打到八十杆之后就冇再打啦，惊啲男人会冇面。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核心团队？梗系有啦。那晚上跟我一起吃饭。老板，多谢你请我嚟，所以我先可以饮到咁靓嘅酒。晚上你把这个戒指戴上，在里面放一个剂量的鼻孔水，注意啊，不要放太多，多了会出事。记得。Cheers。Cheers。骆小姐，
洛欣，如果我告诉你我有这是假眼，你猜会是哪个？你讲笑吗？因为你那两只眼都是真的。其实我两个人都是真的，我这个叫有眼无珠。原来在我身边一直都有这么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我早该追你了。老板，你真是讲笑，你根本就不是想追我，真想追我的话，你又怎会叫他来？那我不应该先走呢？你怎么了？我有点我不舒服，要不要我送你回去？不用了，我送他回去就行了。你喝多了。千哥，又碰到你了。是啊，洛小姐约了他吃宵夜，我特地来接他走的。洛小姐，先生，这个是人家帮你的，请你回去。我们走。你笑什么？我笑你啊。笑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想滚女上床啊？不是吧，还给了逼供药去吃啊。真的？真的。你给我闭嘴，受你妈咩？你这个人渣。人渣，我早知道你供我卧底了，要不然怎么这么大力渣啊？你的双口啊，这么没阴功。没阴功啊。他喝醉了，收声啊。你不要信这个鬼仔，你知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蛊惑仔了。蛊惑仔来的，蛊惑仔。你上个月的粮还没出给我，知不知道？哎呀，你这么容易打到我。哇，六国大风上，走先啊，喂，走先啊，两位。慢慢走啊，坚哥。再见啊，坚哥。保护洛小姐啊，坚哥。快点送我去皇宫。好。那边有人接我。喂，你做什么？我怕我控制不了自己啊。这人你不要乱来啊。你保持清醒啊。你不要这样啦，就到的啦。哇，你做什么？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好好，我好爱。冻啊，穿件衣服先。你想不想锡我啊？哇，蛊惑仔的药不是那么猛啊嘛。呀，个差异。其实我第一次见你那阵就觉得我好喜欢你这类型的男人，好有安全感。你是女强人，大把人追你，使乜中意我啫？但系无论女人有几强，都希望有个膊头可以挨下。我就嚟到花甲噶啦，姐姐。我都中意食花甲噶，我够十八岁噶啦。嘿，车嚟啦！健健，咩事啊？快啲送去医院啊！佢食错药啊！唔该晒，健健，再见，健健，唔好走啊！再见啊！唔好唔记得我，唔会，一定唔会嘅。边位啊？健哥，牛记啊，咩事？我出咗事啊！好，我即刻过嚟。阿杰啊，你去南朗医院等我，拜拜。你们两个出去先，我想跟你老豆倾两句。你又好啦，瞓喺度咩都唔使做，唔经唔觉，我哋做咗半个世纪兄弟啦。喂，最近我个女同你个仔行得好埋喎。喂，听讲仲孭埋添啊！我唔会令个仔蚀底嘅，酒席啊、礼金啊，咪你话事咯。唔使咁激动，我知点做噶啦。佢做得我女婿，我梗系顺便收埋佢做徒弟啦。
你不是说很喜欢我的股东 Benz 的，如果我们做亲家的，到时你就拿去洗了。你不 online 啊？有得谈的。做什么？你带我啊？下面要我跪？哎呀，不好意思，差点整垮你添。我跪出去先啊，我今天手尾过两日来探你啊。啊，我还要跟个女过问定给你个仔的，你没想那么久吧？病史扎病史真的有轻视的。不好意思，正话，不好意思啊，偷坐。这两日高生有什么搞错？听讲佢嚟紧礼拜六会喺船上搞个 party， 到时六大头目都喺晒度，其中仲有个巴西佬叫 Sergio。咩料啊？佢系李若热内卢嘅最大大佬嚟嘅，听讲高生都未见过佢。我哋可唔可以搵人假扮佢咧？搵人假扮巴西佬？咁巴西又系讲葡文，澳门街又讲葡文，有几难啊？我有个谂法，细仔，有样嘢想你帮帮手。Mi grande amigo, finalmente é com tudo você. Da última vez, você não podia vir, mas dessa vez, talvez isso que você venha. Não tem problema. Um pequeno problema da última vez. Desta vez eu irei. Te vejo no sábado, pá. Sérgio, 星期六回到。其他舞剧安排好了没有？荷兰 Van Damme、台湾晴风、日本坂田、韩国老金同埋美国嘅 Samson 都一定会到。这次你给我安排好一点。记得。Sergio, Sergio, Sergio, my service.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打开他，对不起师傅，高生出价实在太高。不好意思，累咗你添。好啦，你好彩啦，高生要见你，行啦。Gentlemen， 请用你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魔术手坚哥。萨瓦迪卡，人呢 ？Good to see you, my friend. Good to see you, guy. Are you your present? Perfect. 坚哥，又见面了啊！还不给坚哥松绑？坚哥，看不看球的？小睇喎，你只能。别着急嘛。今天晚上是巴萨对皇马的决赛。赛果是1-1，手掌半球的皇马赢了，坐下来一起看吧。全世界我们一共收了多少上盘注码？大概20英里金。哇！今天晚上的比赛结果呢，我会送给新加入我们 DOA 集团的各位老大当个见面礼。你想点啊？假人在哪儿？如果我知道嘅，我就唔使搵人假扮巴西佬再拍多镬啦。所以自己人手上冇办法啦。师傅，你得罪高生冇结果。我有逼宫药水，你懂的，一会儿用在你身上，不怕你不讲实话。各位，今天晚上最好看的节目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号称赢尽天下无敌手的魔术手坚哥赌他人生的最后一把，机会难得，有钱都看不到的。你唔好咁开心啊，我哋仲喺中国海域嘅。坚哥，你一上船我们就开船了，15分钟就到公海，到了公海谁还敢抓我啊！来来来，大家坐下慢慢看。坚哥，江湖传闻说你用手都可以摸到扑克牌的点数的，
是不是真的？全言嚟啫，你估我系神仙？真是谣言害死人呐！那怎么办？我看你怎么救你女儿。祸不及家人，有啲江湖道义好啲噃。简哥，这间是毒气室。救我！我给你30秒，我们玩把百家乐。如果你能摸出来这两张牌点数相加是几点呢，你就按这上面的按键。如果你按错了，毒气就会放出来，你女儿就没命了。高生，我真系乜都唔识嘅，你放咗佢啦，放咗佢，我乜都得。简哥。这可真不是你的风格，不要破坏你在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哦。哇，我这个眼神就对了。今天晚上为了增加你们的兴趣，我来坐庄。我除了给你们每个人买了皇马队1000万美金之外，你们还可以连本带利再赌一把，赌我们的魔术手坚哥他摸不到点数，2-1哦。I bet you lose that though.He's gonna lose. Lose. 坚哥，他们全都不看好你，你自己要争点气哦。阿高生啊，既然咁开心，不如我倒翻份粮。你算老几啊？这里没你什么事了，带他们都出去。行啦，你系 Kelly Fair 嚟啫，呢度系高级地方，衰人同狗，不得进入啊。你听到坚哥讲了没有？出去。坚哥。虽然我用钱收买了他，但是我跟你一样，对于这种出卖师傅的人，我都看不起的。高生，但我睇得起你喎，孝弟忠信，礼义廉你都有齐啦，系无耻啫。哇，你死到临头来那么多废话，你笑咩啊？哇！喂，玩嘢啊！我。好了，我们不要妨碍坚哥表演魔术了，嗯。开始了，坚哥，球赛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就看你了。全部人可都在看哦，看你到底能不能救出你的女儿，还是亲自把她送进鬼门关。真能摸得到啊！啊！林国曼，这黑了。听我解释，不要吵。What's happening?为什么你记得我的？我都没失忆，爹哋个扮失忆是保我只假眼，只假眼交俾中国警方了，傻仔。仆街！
原来朗拿度是你扮的，唔怪得佢古古怪怪咁样。你阿哥是我杀的，你阿爸是我搞的，咁冇理由我唔同你好好玩翻铺啊。其实我都冇咩原则嘅，系有一样嘢我系接受唔到，就系俾人搞我屋企人。你估唔到我真系识甩牌咧！你厉害！我要做手术好辛苦噶，要拆咗个指甲，将个感应器放喺入边，咁个画面就直接传入个脑度。喂，真系好似睇电视咁噶喎！有这种科技？诶，呢啲高科技嘢你唔识噶咧？你估仲系八十年代咩液晶体透视隐形眼镜嗰只咩？美国用这个科技，我怎么会不知道？哎呀，唔好意思，系印第安发明噶，你都勾勾地嘅。Show him! I am a Macau police! What?乃西，冇错，我就系啱啱入咗球世界波嘅乃西啦。你都扮到佢，哼，就系我啦。吓，唔系我一个谂过啊，得技术你啊，老衬，我系王晶拍嘅。又系王晶啊？系咯，又系王晶。吓，你点估到我哋会揾到 TVB 帮手插播先得噶？抓！场波1-1，打完啦，懵仔，死开啊你！冇以为我净系识得扮化骨龙先得嘅，有时我都识激战嘅咩？见俾你，唔该。喂，阿头，我啱啱收到份非常之重要嘅嘢，想向你汇报。
因为你够傻。你也发完了，你去死吧！你冇斗过地主咩？成副牌有54只噶嘛，有2只系鬼嚟嘅。你支神油真系随身带备啦。不要，慢慢享受下啦。天哥，冇事啊嘛？冇事。真的是公害，你不能抓我。我未来女婿搞掂咗啦，喐咗条航线，兜咗几个圈，我哋仲喺中国海域啊，傻佬！拉佢走。佢拍咗啲神油啊，你问佢咩都肯讲噶啦。搞我亲家。真的是公害，你们不能抓我。真的是公害，你不能抓我。嗰日我喺车度迷迷糊糊，都唔记得咗发生咩事。我冇乱讲嘢啊嘛。冇啊。真系冇？嗰晚我记得我好专注揸车，冇留意到你。你讲咗啲咩啊？哦，冇就好啦。我系惊我乱咁讲嘢啫。其实嗰晚你同我讲，你话你有啲中意我。啊？唔系，同你讲笑讲笑咋？嗰晚你嗡嗡地，净系识傻笑，真系一句嘢都冇讲到。咁希望再见到你，保重。你都系。送样嘢俾你。医生话佢好快就会好翻噶，唉，难完啦！恭喜发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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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咁话，诶，喜丰利是你先，身体健康，多谢健哥，青春美丽，多谢。诶，冇染发啦喎，唉，听你话冇染发，而家好强劲，发发声啊，我自己都惊啊，真系。恭喜恭喜恭喜！仲讲？唔使啦。咩唔使啊？冇嘢。唔使咪凑咯，使啦。看在你白爷份上，收你了。好嘢，高兴吗？喂，你拜师又唔好讲电话啦。你系咪真的收我噶？咁我唔跟佢噶。边个啊？佢问你边个啊？佢叫你唔好收我，叫你收皮啊。What？ 边个仲有资格好似我咁样收你啊？佢喺边啊？你佢出边啊？嗯。睇翻我哋有资格收佢喎！我
估计总能赢。Challenges and fight my way up to the top. Hold your glasses up and toast to my greatness, 'cause you know I'm never gonna stop. Everybody's come to see me finally facing my defeat, and everyone starts counting down from 4, 3, 2, 1. Victory is in my cards, it's destiny right from the start. They won't believe that none of this is L-U-C-K. In my cards, it's destiny right from the start. They won't believe that none of this is luck.